总裁级主人，精致优雅完美的男人。 My baby， 鱼缸下面是我妈的鱼，我找到了。鱼缸下面失窃了，都往那边跑了。我找到少爷了。你去哪儿换了套衣服？大叔，你怎么乱认儿子呀？不是补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回家，我想爸爸了。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？妈妈着急了。虽然很匪夷所思，但您二位确实是那两个孩子心理学上的。你想跟妈妈一起生活吗？尝一个。妈妈，你酒量。99%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要亲亲吗？就在这期间，我们的生活一直在找回记忆、搞清事情原委之前，互不干涉彼此的生活。好啊，可是我还想要一个女孩。说好了不在公共场合公开我们的关系吗？